罗马尼亚当地最大的炼油厂发生爆炸。这是罗马尼亚康斯坦察市的一处海滩，突然间尖叫声四起，远方的炼油厂冒出了浓浓黑烟，直窜天气。爆炸起火的是罗马尼亚规模最大的炼油厂，去年总共加工生产了480万吨的原料。当地媒体报道，厂方已经证实这起意外至少造成1死5伤。尽管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，但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